好朋友来到股海大丈夫，为您邀请到永诚国际投顾陈建成分析师，陈成老师好。大家好，富贵稳中求，财富大自由。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，收月线收季线，完美封关。我们可以说是有完美封关，对不对？来哈，对，没错哈，这个半年过去了，是这半年你赚到钱没有？问问自己啊、哦。那其实有没有赚到钱没关系啦，要怎么样？我们要持续往者已矣，来者可追。对，向前走，对不对？嗯。这个丰子恺讲过一句话哈、嗯，不困于心，不乱于情，不念过往，不畏将来。对，如此安好。所以过去就过去了。嗯。上半年再怎么操作的2266或者大赚啊都没关系。明天过后，全新的开始。下半年重新的开始。是。对不对？嗯。来，你看我们全年打班哈。我们从去年3月，我们开始给你计算绩效哈，100万开始，对不对？100万开始到今年到今天到哈这段时间哈、嗯，每次我让你买一张，你就买一张单次操作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全年打班，我们一个班都不会超过5档股票，嗯，不像有的人让你套满手，再给你第6档、第7档、第8档、第9档，没有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把赚的拿出来说他赚，然后亏的套的都不交代，对不对？嗯、我们没有，我们就是5档，实实在在来，到今天，好225，对不对？如果说这半年，那从哪边开始算？一月份开始算吗？这半年呢，从一月在哪里？一月在这里。好哈。好来。哇，你看这从这后面这大半段。一月多少？好，一月。因为那时候累积差不多到160左右，等于说这，如果你就是100万操作，你钱没有再重新放进去，赚的就抽出来，还是100。你的100在这边，这段时间也不错了，也差不多有，对不对？有七，对不对？160到220，好，对，都是获利的，正成长获利。所以我们的操作绩效，值得经得起考验，就是很稳的一条怎么样？财富的累积图哈，对，这是在群里打班的。来，可是呢，各位，你记不记得在上礼拜台积电结算完？台股来一个急杀，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台积电急杀完，换辉达急杀。但是我在上礼拜天，我很优雅的在我们家的游泳池边，我告诉你，跟龙门惊，对不对？不要担心，我说这个行情没走完。是。所以你看到今天的集团作战，很多个股今天盘中高点，会比你上礼拜跟着人家乱去杀股票的还来得高的人。那就证明怎么样？印证老师所说的，印证我讲的吗？周三过后会再拉到最后一天。你看昨天休息一下，今天是不是又更猛？对啊，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呐、啊，做账最后一天，所以盯到最后最高点。来，我们就不要讲我的股票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来讲大家都在看的台积电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今天你们看都整个都是烟火大秀，各个集团哈，不管是大股票小股票，烟火齐放，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。好，那。不论是自己做账、集团做账，好，全部都要盯在今天，把烟火放出来。2330的台积电，今天一样哦，也是涨的哦。台积电、鸿海、联发科等等这些大型权值股，还是中小型个股更不说了。966亮丽，966对不对？来哦，那你看一下，你只要台积电接受完，你不要去砍的，你放到现在，这两天都是白砍的啦。哦，说坦白啦，我记得前两天要到923嘛，那我是不是告诉你还没结束？有没有？那果然嘛，印证了嘛，是。然后嘞，好，大股票吗？2317看鸿海吗？广达。2382广达。有没有？今天虽然没有做的那么猛，但是也是那还是怎么样？涨。对，还是涨嘛。对。然后来，我们来看鸿海好不好？这段时间的大热门。2317。从100翻到200，这个大牛都飞天了。一样嘛，你上礼拜不去砍的，放到今天，你至少怎么样，可以为自己多，多停一点，对，多停一点钱回来。不要乱砍的话，不会被大盘影响的话，那今天中小型个股非常的亮眼，在集团当中，比如说鸿海集团里面很多的小金鸡，哇，今天也是活蹦乱跳。来，威盛。就连威盛今天怎么样？先前拉一波，就连他今天都想办法要怎么样？盯最后一天啊！要盯最后一天啊！对，有没有？都是嘛。是。
嗯，啊，今天听说今天台塑集团的也很不错，对不对？表现都不错，对不对？好来，嗯，好，那到今天哦，嗯，都结束了，是。那有没有还没结束的？咦，当然还有啦。嗯，哦，又要继续延续到七月上旬的。来，好，比如说女神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，有些股票呢，它有可能会延续到七月。老师，来文茂哈，嗯。集团作帐嘛，集团作帐大家都忽略哦。原来文茂的这个林董也很会做，对不对？财哥吗？财哥就是文茂跟联茂，对，有没有？那这一次因为文茂搭上这个苹果，手机有可能有换新的这个题材，对，所以晶材科、文茂等等的瓶盖供应链，而且表现也不错，是，对不对？搭到涨停哎。可是你要小心哦，今天做到今天，明天再拉高，可能就结束了。周一可能再一个冲，来为什么来？很多股票都是这样，就是来麻烦你看这文茂对不对？今天的量爆得很大，有没有？哦，超大的哦，来，几乎已经是今年的大量。你看文茂过去几次做账哈？上一趟是年底，十二月。这是现在这是六月对不对？对。这里是哪里？十二月。十二月。对。对不对？年底。然后再往前，这里是哪里？各位。三四月吧，这里是不是六月中？七月中哦，股东会开完下来，除夕前再来一次，所以这两个我们也可以讲说相对的高点，对不对？对，各位六十二六有没有？半年报做账，对，年底做账。所以因为文茂现在也没赚到多少钱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今年没有，今年不配息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股价170，上面一堆人等套牢，等解套的人，对，等解套，要等解套的人。哦，所以我在那边斗胆的建议各位哈，明天再开高哈，下周一如果你空手的，不要再被人家骗进去了。我说真的，哦，反而今天你不贪的人，今天涨停，你应该是要下车啦。因为通常涨停隔天再开一根就没了，对不对？像上次艾普也是嘛，对不对？冲一个高，也是啊，隔天一根上，所以这个现在聪明的投资人都不太会被不太会被主力给骗的。但是重点是今天，你有才去追高的吗？那你就要很小心哈。为什么？如果你今天才去追高的人，你很有可能有没有今天盘中去追高，今天现追今天就现套的，有哦。也是有嘛，很多股票都这样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像是一些重电的哈，什么能源股啊。哦，今天杀很凶哈。就是开高下来，下来开高下来，哎，对，能源股，因为已经光辉六月，大家都结束了。对，包括太阳能也是。你看今天很多股票大涨，你如果没有赚到的，那我们只能讲说，你没有在前几天把我的话听进去，领先布局，知道说会最后来一个干嘛？满天烟火秀。对，满天烟火秀，到最后一天，在今天就咻结束。半年报是很重要的月份。大月，那你有那会不会就从此结束了？当然没有，好，当然没有，还会延续嘛，哈。对，有些还没除夕的，搞不好除夕前还有一波。就像我们五月带你做艾普，对，对不对？六五三一的艾普，它就是一波又一波哟。它之前先冲一个388，然后除夕当天再冲一个399，然后呢再配7块，六五三一的艾普。有没有除夕前，在这边有没有？对，先拉一个388嘛，整理一段时间，然后整理再拉一个399。除夕前一天拉起来，隔天除夕再拉一次，是。然后这段时间就在休息了，在这里了就休息了。好，所以要买在前，是。好，哎，等到动也可以啦，但是就没有买在前面的人赚得多，赚得多。那追的又怎么样？又心惊胆跳，那就不符合怎么样？我们说稳中求嘛，对不对？我说出来投顾江湖，出来股海江湖，大家来这边混口饭吃，总是各家心法都有。好，你可以选中求，你也可以稳中求，但你选择哪一种求法，你会让你比较安心，又可以稳稳赚到钱。是啊，好，所以呢，像我们在直播当中就有好朋友分享，他真的有捡到在这边345、350，然后一张可以赚个4万。对，蓝海档金相电。2368本周的代表作，本周一老师有开牌 PCB 之王。你看金相电哦，到210的时候，礼拜一。你有没有发现他今天的收盘是这几天收盘的最高？收得很漂亮。有没有看到？收盘高。金相电是不是我们这个月全年打班190？有没有？有。你前两天就知道了吗？礼拜一有开牌。然后这边为什么一个跳空？除夕啊。有没有？
昨天才除夕啊，嗯哼，除夕你赚到了对不对？对，3块钱哦，赚息又赚价，对，3块钱你把这个再加上去，嗯，今天涨多少？嗯，赚息加赚14块耶，对不对？再加3块。你再把它3块加回去多少？210，跟我们礼拜一的210，跟礼拜一这一根一样哈，嗯，对不对？高点210，有没有发现选对股很重要？是，选对股再加上你是买在怎么样？绝情谷底，绝情谷底哦，是不是绝情谷底？我们来看一下，你直接看线型就知道它的位阶，山头斜照绝情谷底。我们跟你讲，保证买在绝情谷底，是不是绝情谷底？是嘛？你知道它今年的高点在哪吗？285哎。285哎，现在才210，现在才210哎。对，你买这种股票，你担心你没跑掉吗？嗯哼，懂了哈。你买这种股票，你担心没跑掉吗？不用嘛，为什么？上次210不是没跑掉？有人上210没跑掉，有没有？礼拜一那天你没跑，或者有人这陈陈都买在谷底耶。对，上次210，那昨天杀到193啊？如果接下，对不对？他上次也是买190啊，好接近，对不对？只差我没有赚他3块除息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或者你去接200都没差，那今天怎么样？207，对不对？哇，那你今天现赚10000块，好好哦，对不对？重点还怎样？外资在卖，怎么外资在大卖股票？他今天还会大涨？对不对？正大光明的背后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有教各位算外资筹码？有，你有认真在看我直播的，你都知道，我都有教你怎么算外资筹码，对不对？是。所以如果你的 YT， 我 YT 你还没订阅的哈，赶快订阅好不好？记得订阅。还有什么？你也可以加 LINE， 然后我们会给您直播连接，然后直播来的时候连接贴给我的 LINE， 你还没加的，你赶快加。是。我们的学员哈，每天看我直播，是我之前是都没公开啦。对。我现在干脆直接开了佛心来着哈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在跟我讲说，老师看了很多投顾老师的节目，对，都没学到东西，还怎么样？还被坑，然后呢，盖牌的不拿出来讲的都是涨的，拿出来讲的都是涨停板，然后没讲的，怎么我一参加他的班，怎么都没有我的股票？是，然后呢？我干脆怎么样？算了，都不看了。然后到23000点，居然怎么样？还一大堆人被套，套什么啊？要不要一个数给你听？你才刚讲到能源嘛？对啊，套华城嘛，对不对？云豹这么高了，还是有人要去追嘛？云豹有没有？然后嘞，还有什么？散热，散热啊，之前散热。你看这两天涨，不要看这两天涨，还有人对不对？还是被套的。所罗门机器人的，对不对？隐汉、罗森。你们看今天这三档今天涨停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有人就是，又爱追，又怕被咬到。是最高的。然后前几天杀下去，就去怎么样？又去停损。对。所以明明可以赚到钱，又变没赚到钱。很可惜啦。很可惜哈。对。然后像之前的轴承也很红的时候，所以，很多股票都涨过，或者是不要讲那么远，就这几天的扇形封装嘛，对不对？扇形封装是。结果你没有发现？我们有一个。我们有一个会员很可爱，我们今天在盘中他就还有朋友说他直接把所有其他老师的 YT 全删掉了，只剩下我们的股海大丈夫的 YT。你看这个，林小姐说，对，我刚进去前天打班我就捡到什么对金项店，是有没有？然后下面这个讲说感谢老师，成本189，对他直接我跟你讲，上一趟他就是没走好了啦，好不好？上次210那一趟就是他没走好了，到今天189，到今天207，再加除息210嘛，对，那不就2万了吗？对，就2万嘛，是，对不对？都赚了。然后呢？还有谁？对不对？因为我下礼拜要去带孩子去美国、加拿大，去看学校、看大学哈、所以他就说祝老师每家旅游平安满满，收获满满。我不是去旅游，去看学校哈、来，有没有？然后还有这个哈，刚刚加入啊、这个瘸牙说加登6月25号去砍的，到今天。全部后悔我们来看一下加登，好来3680加登3680，你没有背没关系，我打中文，老师你看一下我背的对不对，3680，对，好来有没有看到加登446，是啊，我看你好不好，他刚刚说砍掉，好可惜哦，砍在6月25号，来6月25号是在6月25号在哪里，哇，就这个啊，砍在低点，
哎、欸，很会洗耶、欸，对，对不对？你跟着大家恐慌去乱砍，明明一家很好的公司就被你砍掉了，信心不足，有没有？最低多少？嗯，信心不足，402嘛。嗯哎，402到今天44，对不对？一张差4万块，446，哇，差4万哎、欸，哦，嗯哼，所以这就是差别啊，好贵的学费哦，对不对？好贵的学费，虽然你看、嗯、持续获利 ing，、嗯、这就是，而且他这是新加入的哈、哦，对，新加入的好朋友。什么叫 ing？ 就持续进行，你们觉得英文哈、哦、文法后面动词加 ing 叫怎么样？现在进行式嘛。对不对？所以五月天的恋爱 ING 正在恋爱中，对对不对？他讲说持续获利 ING， 持续获利进行中。对，好，恭喜好朋友们！其实盘中很多的留言都来帮老师转正，好，因为大家都开心赚金线，对不对？金像店。哦，你看这个金像店下车了，嗯，还赚除息，也赚价差，老师说的真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有。哦，来，所以昨天晚上我开直播哈，这个舅还问我说。他问我威盛，我昨天花很多时间跟他讲威盛。对，我相信这一段时间又有人怎么样看我们节目，我们威盛在110附近去捡。对，然后这一波的威盛、对不对？我们赚了一根涨停嘛，然后威盛也是一样，涨停之后一个高，然后就下去了，很快。现在的股票都是这样，艾普是这样，利端是这样，威盛也是这样，就是一根涨停之后，隔天一个冲高，而且很快速，马上就下来了。对不对？是这一根啊。对，那根涨停。我说，那天冲高。王雪红、黄崇仁的股票都没有几个人驾驭得了嘛？对，对不对？我们就驾驭得了啊。是，对不对？我在这边让你布局啊。嗯哼。这一个下来的过程当中，我就让你布局了，买买对不对？嗯、对。好来。然后冲涨停。涨停。对，隔天冲高，对不对？嗯。那有人怎么样？到这边，别人才带你去买。嗯。哎，别人带你去买，后来网络搜一搜，哎，这个陈腾老师有在讲威盛，来问他一下。嗯。问完老师，他正好昨天来问哦。嗯，我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开直播哈、哦。对，我就很认真帮他讲了，应该有20分钟的威盛吧。就讲了，借了好一段时间，对不对？我把威盛的未来，对不对？嗯、对，从威盛的造星，对，上海的造星等等，我跟你解释。对，威盛，我对威盛的看法，对不对？没错。然后今天呢，他就留言感谢老师昨天的解答。其实一个股票哈、哦，为什么我们？要说稳中求财富大自由的原因就在于说，同样加登为什么那一天，有人要去砍400亿以下，一定有人砍了，不然怎么6月5会掉到那么低？同样加登为什么有人会让你去砍？然后我们反而是怎么样赚？对不对？我们反而是赚。对啊，这就是差别啊。是。差别在怎么样？差别在你对这家公司够不够了解？你够了解，你不会跟着人家干嘛？瞎起哄嘛？对，乱砍。别人看空你就去砍他，别人看多你就去追他。你有没有自己对这套对这家公司对他一个合理股价的判断？嗯哼，有没有？对他有信心。如果没有，那你很难赚到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懂，不懂你就会怕。这时候买好不好？当你对一档股票。安尼买甘好，进去买甘好，会不会被套？当你都不了解这只股票，当你没有把握，你就是在，你就不是富贵稳中求了嘛？你是险中求，你是险中求嘛？对，当险外面有一个风吹草动，你就会被吓到，你就被吓到啦。对，然后可能是你就乱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差别就在这。对。所以你看一下什么？威盛今天很棒，谢谢老师。昨天给信心，信心这很重要。对，因为老师解释很清楚他的一个基本面和他的未来性，所以老师给你的信心，哦、你只有够了解，你才赚得到钱嘛。是的。好来，来，我们这个月哈、哦，我们这个月大获全胜嘛。亮丽的，不管什么行情，我都让你大获全胜。是。好，到今天为止，导播又在催我了哈、哦。我们到你还没有加赖，你加进来。是。我们这个月，六月。的超强绩效，智威、艾普、精彩、翔硕、天域、普瑞、创维、利基、威风，还有金象店，这个礼拜的金象，还有金象店，来，你如果上半年都没什么收获的，我们的全雷打班，我欢迎你干嘛？你来跟着我。最后，我本来今天中午就关了，对，可是哦，刚刚听说是大塞车啦，收件收到塞车，因为我们现在收件收到爆，大家来不及，所以很多人老师我报进来了，可是卡位啊，卡住了，来不及卡，因为我电话打给公司，公司连接电话的手都没有哈，那没有关系，我给你，我一样给你最后机会。
一个小时的时间好不好？哦、对，一个小时时间。我买的是今天中午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说真的哈、哦，嗯，因为大家，嗯，我们只有两个特助，很忙，所以塞单那没关系，因为我的全垒打班是我所有的会期，所有的班里面最便宜、最基本、最便宜的。嗯哼，来，你直接滑垒进来，快，你直接滑垒进来，最后一个小时赶快滑进来。你利用广告时间直接电话打来，最快好不好？02-5429977。02-5429977最快。来，我们先进广告，谢谢。加赖，赶快来卡位喽！最近很多人在封 ETF， 对不对？嗯，好，我可以问一下，做 ETF 的人有没有每天都在卖来卖去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如果你都有办法做 ETF， 不做来不买了就不会进进出出，对，不短线进进出出的话，嗯，来，我们全垒打班的绩效绝对比现在台面上任何一个 ETF 的绩效还要来得好，更强大，还要强大，真的，好不好？嗯，那你也不喜欢每天在那边杀进杀出，你希望你的时间可以好好陪你的家人，好好游山玩水，游山玩水，嗯，好、哦，然后股票这样怎么样？时间到就可以获利。我这边的每一个小节点啊，台积电也在讲制程节点哈，我们叫做程程获利节点，获利节点。对，我的每一个节点，嗯，我们都是有真实记录，就是获利下车，获利下车都有真实记录哈，实实在在的哦。因为我们都是做非常完整的，每一笔的动作都有把它记录下来。光我这件事情，就台面上没有一个投顾老师做得到，我敢给你挂保证，这么用心记录。你现在看到的是我每一笔节点，嗯，每一笔节点是获利还是亏损？嗯，全部都记得清清楚，是这里面是这个月，嗯哼，哦，单单这个月哦，然后呢，你再看一下，往前看，所有的一切都大公开，对不对？摊在阳光下，从去年的六月，哦，嗯哼，开始，每笔一整年，哦，我这个开始就到现在，嗯，怎么样？嗯，几乎都是红的，你都可以看得到，一年的时间，每个节点我都跟你记录的非常清清楚楚了。哪怕即便是中间有绿色，有没有看？对，有停损就是停损哦，也记录给您看。来，你看到哈、哦，几乎都是红的。我欢迎来查证，获利下车。我欢迎来查证，这边的每一笔交易就创造出这一条。刚刚我们看到那样获利曲线，我们的全垒打班的那一条曲线，就是这条曲线。好，如假包换，假一赔十，赔百都没有关系。好，来，那如果呢？你这半年来，嗯，你过去这一年来，你发现这半年是不是有，嗯，行情？是不是有上上下下？都有啊。4月19号，千点下跌，对，千点上下去，我们有没有差？没差，啊，没差。我们出场的报酬率依然一路往上啊，持续获利。对，所以呢，嗯，全打班直到最后一个小时，最后一个小时，最后一小时哈，嗯，如果你要这个班的，赶快，一天只要一份星巴克的学费。换你一辈子跟我一起的大富大贵，好吗？好，来跟我复制这样的绩效曲线。谢谢各位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下礼拜一再见。赶快打电话加赖来卡位进来喽！现在就加入股海大丈夫 Light 生活圈，小老鼠 HIH888 或扫下方 QR Code， 并且订阅股海大丈夫 YouTube 影音频道，订阅按赞，打开小铃铛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